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孽横行。你，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荒山野岭，我已弱女子。 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蛮口胡言。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得很呢。我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。 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寻萧王要紧。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。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。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一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，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。 与萧王合议，师兄，师兄还请三思，不能放啊！之前的情报，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。我相信这狐妖的话，这次就放了你。修行不易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。 这人都被我下炉子炼了，炼人精魄。没猜错的话，萧王神威，小
师弟，怀州何在？Yeah, this is the end of the video, guys. I don't know what else you expect. See ya.